图书资料工作表，好，所以各位呢先点进来图书资料工作表的这张，好，所以它有两张工作表哈，按贼哦，一开始停在第二张，好，如果你没有看清楚直接做下去哈，那就完了，所以请各位回到点一下前面那个工作表，好，我们到图书资料这个工作表这边来。OK 哈，哎，不要傻傻的退着走，好，来，第一个，而且两个画面还都差不多，差不多有没有？哎呀，很容易你就会弄混了，哦，来，这是题目很贱的地方，这样子。但他前面有提醒你啊，他自己有提醒你，你自己没看啊，对啊。他跟你讲图书资料工作表，哦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并没有那个，哦，他有提醒你了，哦，来，第一个，在第一列之前插入十列，这个动作请看一遍，你要插入几列你就要先选到几列，所以滑鼠先放在一上面，按住往下选到十，滑鼠放在一，按住往下选到十，然后呢，哦，等于是把一到十列是不是都选起来了？再来，滑鼠继续放在里面，至于放在哪一列都没关系哈，右键点一下，选插入，好。这样子十列就空出来了，所以如果你看到有同学一列一列在插入，你就鼓励他加油，哎，插入十列总是会到的，哦，你不要一列一列插入了，真的太慢了，你要选到十列再一次插入，他是看你选到几列他就插入几列的，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将储存格 A11 到 H568， 就是整个范围啦，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有资料的范围，哎，然后呢套用啊表格样式深中等深浅12，好，来各位请看，你呢在范围里面随便找一个点一下，哪一格都没关系啊，但是不要跑出去哦，一定要点这个有资料的格子，哦，随便点一个有资料的格子到上面来，这边啊有一个格式化为表格，有没有看到格式化为表格，格式化为表格还点子嘞，其中他要的是表格样式哦，中等深浅十二，我们到中等深浅这个类别来，中等深浅十二，这个表格样式中等深浅十二，这个OK 吗？好，把它点一下。好，然后他问你哦，请问这个范围是有标题的吗？是，你要记得哦，有标题的表格要记得打勾哦，有标题的表格确认一下，这个要打勾哦。好，然后顺便确认一下范围 A11 到 H568， A11 到 H568 没有错哦，确认一下范围没有错。好，我们按确定。好，哦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的表格现在呢就变这样子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
下一个，他要各位荧幕冻结，把第一到第十一列冻结起来。同学，何谓冻结？好，一般我们在滚动你的滚轮的时候，画面是不是会一直往上跑啊？那现在不要，不要什么？他要你一到十一把它冻起来，锁起来，让你滚轮往上跑的时候，一到十一列呢都还保持着，它不会因为你滚轮往上跑，它就往上跑不见了，不会，它会一直锁在上面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来，请各位看一下。麻烦各位去把第十二列点到，滑鼠放在十二上面，给点下去。好，滑鼠点到第十二列，点到了吗？点到了以后，把第十二点一下以后，请各位到上面来。好，请你找一下检视。检视标签，检视标签，点下去了吗？右边找到一个冻结窗格，有没有看到冻结窗格啊？把冻结窗格点下去，请你选第一个，哦。冻结窗格，第一个冻结窗格，好，我把它点下去，好，冻结窗格，点下去之后呢，你检查一下，测试一下，当你滚往前滚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一到十一就被锁住了，有没有？不管你怎么滚，滚轮怎么跑，一到十一就是不动。你要去测试一下才对啊！要测试一下。OK， 好，到这里。第二题开始，刚刚是第一题嘛，第二题来，使用啊图书资料的工作表，就是像我们这张工作表，所以各位滑鼠要记得在里面点一下啊，不要跑到外面去哦，在里面随便找一个点一下哈。设定啊，他要你设定呢。交叉分析筛选器，这个还蛮好用的，等一下各位可以学起来，以后呢你们自己职场上就可以用到哦。设定啊，交叉分析啊筛选器，来，各位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哈，请各位到这个插入的标签进来，插入的标签，插入的标签进来之后，往右边看过去，有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，有没有看到？交叉分析筛选器。好，来，请各位把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点进来。好，它会去把你这个表格的栏位名称抓进来。每一栏，他会帮你把这个表格里面的每一栏的栏位名称抓进来。你看看你要用哪几个栏位来做交叉分析？他指定哪两个？学院跟什么？系所。所以请各位把学院跟系所两个打勾。请各位把学院、系所两个把它打勾。好，打勾了吗？看到了哈，学院系所打勾以后，按确定。好 ，OK 哈。然后呢，画面就会出现两个筛选器，
什么题？你滑鼠有在范围内吗？那是因为你刚刚给他做成建立表格的时候，他问你，你那个首列标题栏你没有给他打勾，所以他把这个当作是标题栏，懂意思吗？你要复原，因为你要复原到你还没有做表格之前，好，再跟点一下，你要去建立表，你要去那个格式化表格，常用点一下，不是。格式化表格常用标签进来，格式化表格在哪里？格式化表格，一个格式化为表格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有一个，我们刚刚不是点的那个，对，中等深浅多少？中等深浅多少？十二。你这边这边要打勾。哦，对，你这边打勾，他这边你差个蓝一蓝二才会跑出来，你刚刚那边打错了，哦，你没有打勾的关系。好，来 ，OK 哈，所以呢，你那个刚刚那个你那个地方注意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做。他要你啊去做筛选器的设定，来，各位，我们先点到学院这一栏，好，我们先点一下学院这个筛选器哈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学院这个筛选器点一下，然后，凤凰教授问说你 OK 了吗？还是要来？那台就挂掉了，那、啊、你挂了，我们叫他中午再过来看一下吧。因为他到那边去做了，哦，好，那你点一下那个学院这个筛选器之后呢，到上面来做设定，哦，第一个他要几栏啊？他里面跟你讲学院这个筛选器，哦，你点到学院筛选器了吗？有哈，他就会有一个范围选起来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第一个他要求要几栏？两栏。所以蓝的这个数字请改为二。你要点到这个筛选器，你筛选器有没有跑出来？那你点到学院这个筛选器了没有？往上看，应该上面有个选项，告快点，选项的标签进来了没有？你往右边看就会看那个蓝，告快点。还有谁还没跟上的 ？OK 哈，来，要两栏对不对？宽多少？高多少？高多少？五对不对？注意注意，大小的高度，有同学跑去改那个按钮的高度就完蛋了。它有两个高度呢，听懂哈？你要改的是大小的高度跟宽度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瞄一下隔壁，如果他改到按钮那边去了，你要规劝他，知道啊、哦？好小，好久没用到规劝两个字。好，来，高度点一下，改多少？五，按个 Enter。宽度多少？哎，打上七。Enter, 公分它会自己加上去，公分它会自己加上去哦，所以就不用管它。所以要警觉性哈，它有两个高，两个宽，一个是按钮的，一个是大小的。哦，你千万不要改到按钮的哦，你要改到大小，知道吗？按钮在里面呢、啊。它里面是一个一个按钮，对，你可以设里面的按钮的大小，哎，但是它不要你设，它要你设的是整体的整个筛选器的大小，哦，好 ，OK 哈，接下来
你改好了，你就顺便把它按住拉过来，哦，因为它等一下会叫你放在上面嘛，你就顺便把它拉过来，放在前面，第一列到第十列之间，按来肯格，设定好了嘛，顺便把它拉过来放，哦，放在一到十之间的范围就可以了。样式哈，对对对，样式要多少？深色三，对不对哈？来，样式在上面，差一点就忘了啊。来，深色，它的样式里面的深色三，第一个、第三个，这个在深色这个系列里面的三号。哦，这样子，深色三。OK 了吗？这是第一个筛选器。那你第一个会设，第二个应该就会设了哈。来，我们再来设一下第二个好不好？第二个是系锁的筛选器，系锁，你要确认一下你有点到它哦。有点到它的话呢，它会有这个调整，这个远远的调整点跑出来，有没有？哦，好，所以你要确认一下你有点到它了。来，它要几栏？六栏呢？它要六栏哈，所以请各位打上六，按个 Enter。六栏哦。然后呢？高多少？高五，按个 Enter。宽啊，点一下多少？27 ，Enter。哦，看到了哦。然后呢，它要的颜色是什么？深色五，对不对？深色五，所以呢？我们到我们的样式这边进来，深色五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深色五，这个好了，哦，然后呢，把它拉进来，放在我们这个院那个，放在我们旁边学院的旁边，哦，把它放在一起，紧接着学院的后面就可以了。请问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哈，有没有跟上来？啊？前面学院是深色三啊，全学院是深色三，后面的系锁是深色五。哦。你点的时候尽量点到上面这个空白的地方，你不要去点到里面的按钮。要不然的话，可能结果会不一样。好，来，啊，记得把它放好哦，放在这个一到十之间。各位，你看一下，有无？已经把的退离宾馆了嘛，有无？哦，两个就在上面了。只要在一到十列之间就好。哦，至于位置很精准，那倒没关系，差分分啊，哈，嘛不要紧，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翻到隔壁页，我们做下一题喽。
来，安尼看一下吼。阿叔啊，请从交叉分析的筛选器当中选择管理学院，所以请各位到学院的这个筛选器当中去把管理学院亮起来。这时候呢，底下的资料就会呈现只有管理学院的资料。哦，所以这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教过筛选吗？这也蛮好用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好。然后呢，他不止哦，他说除了学院要选管理学院之外呢，他的系所有四个系所，管理学院有统计学系、会计学系、资讯学系跟观光管理。他要求要哪两个？统计学系与资讯管理，对不对？来，各位先把统计学系点一下，再按住 Ctrl 键不要放，按住 Ctrl 键不要放，再去点资讯管理学系。好了，你看到两个都选到了，手就可以放开了。先点一下统计学系，再按住 Ctrl 键去把资讯管理学系点一下。好 ，OK， 然后呢 ，Ctrl 就可以把它放开了。现在啊，底下的资料啊，就是只剩下管理学院当中的统计学系跟资讯管理学系的资料了。这样了解哈？没有什么？你没有统计学系哦？那、啊、你左边有点到管理学院吗？有啊。你会没有统计学系，它不是应该放第一个吗？没有的话就有问题。哪一个？哎。你的。不是没有，是你滑到下面去了。它旁边有滑杆 ，OK， 它旁边有滑杆啊、哦，有没有？它有滑杆啊、哦。来，你没有看到是因为跑到上面去。来，各位你看一下前面，来，麻烦你看一下前面好不好？旁边有滑杆，旁边有滑杆，找不到的，滑一下旁边这滑杆。这筛选器的旁边有个滑杆，有吗？滑到最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好，还没有看到的举下手，这样都有看到了吗？哎，你把它滑到最上面。啊 ，OK 哈，可以哦。先点管理学院。接下来右边把统计学系点一下以后，手放开，按住 Ctrl 键，再点一下资讯管理学系。好，有问题的举手。那我们继续往下做咯。来，然后他讲，并筛选出提名。哦，所以各位要从提名这个栏位进来，他让你筛选出提名当中啊，只要有包含，同学，这包含这两个字，你把它框起来，提醒你，包含什么？包含 network， network 这个英文字的，或有包含模式这两个字的，那么都请把它筛选出来。好，来，各位请看到提名这里来，旁边不是个往下的小箭头吗？把它点下去。各位呢，进到我们的文字筛选这边来，
顺着它过来，你选最下面的自定筛选，底下的自定筛选。OK， 各位有没有看到自定筛选呢？自定筛选进来。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两个栏位？前面的等于点下去，请你选包含，怎么样包含哦？后面点一下，打上 network， 该大写就要大写，该小写就要小写，请注意。啊，字不要打错哦。NETWORK， 中间这个是货，请你选货。底下这个栏位一样，请你选包含。好了吗？后面这栏点一下，打上模式。检查一下，对不对？两栏都要包含哦。上面是 network， 然后或包含模式。字不要打错哦。OK 了，我们就按确定。是不是剩下四本书？剩下四本哦，超过一本都不行，少于一本都不行。算一下是不是四本？啊？资讯管理学系，你统计学系点一下以后，按住 Ctrl 键，再把资讯管理学系点一下，有吗？没有吗？对啊，这样就有算有选到啦。然后底下的题名，题名那边点下去那个按钮。选那个文字筛选，有吗？自定筛选，好，OK， 看下一题。图书资料年份工作表，来，我们进到下一张工作表。好，我们下一张工作表可以吗？好，好，我们点到了下一张工作表进来，哎，这一题。好，来，图书资料年份工作表进来了哈，请看第一个，他说请将图书年份，图书年份的哦这张表格啊，第一个移除哦，移除表格的样式，最后再把它转换为普通的范围。
位请看。游标啊，现在里面随便找一个点一下。滑鼠啊，在里面随便找一个点一下哈，让他知道啊这个范围 ，OK 吗？随便找一个点一下，往上看，你会看到个设计，告快点，设计这个标签点进来好吗？哦，点进来设计这个标签。进来了吗？来，第一个，他要移除哦，表格样式。来，各位，请你往右边看过来，有没有看到表格样式？你把它点旁边的这个箭头，各位看到我的滑鼠放的箭头，有没有看到？点下去之后，选第一个无啊，浅色的第一个就是无嘛，就是没有任何的样式，看到了吗？这个，清楚也可以，爸爸你选清楚也可以，这两个应该都会给分。因为我都是选上面那个五啊，那你清楚了，你看它就回到这个五了啊，所以是不是等于一样的意思？所以你选五或选清楚都可以。还没啊，好、哦，还没哦。因为呢，接下来它要转换为范围。好、哦，来，你选五了嘛，对不对？最后来转换为范围，这边一个转换为范围，一个转换为范围，到快点，点一下。那、啊、他还问你，你要将表格转换为一般范围吗？是，好、哦、，OK。所以他现在就已经不再是表格了。哦，啊，第一列你不要管它。它现在呢已经不具有表格的体质了，它就是一般的范围了。好，所以你先移除样式，因为等一下它底下要重新铺上去。好，所以你先移除表格样式之后，再去转换为范围，一般的范围，转换为范围，这样子 OK 吗？可以哈。接下来哦，又是比较稍微要困难一点点了。他要求要各位用四个函数哈 ，and、right、or 跟 let 哈、哦，然后呢，他要各位用这四个函数去设定格式化的条件。好，来，先帮我关一下，我们先休息五分钟，好、哦，因为这个共有半点钟啊，来休息五分钟，五分钟回来我们来讲这一题。好，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个小时到，我们就休息一下，五分钟而已哦，快一点，哎，把握时间哦。刚刚还没有做到这里的，赶快跟上来喽。你老公有没有call到低潮？好像有吧。有吗？如果他如果你要问他，你问他有没有先把整个资料夹call到低潮？先call到低潮。你没有call到低潮，你直接在随身碟灌，他会认为你那随身碟就是光碟。所以一般来讲，逛到一半他会请你放第二遍光碟。所以你要请他把整个资料夹call到低潮，再开始灌。好、哦、，OK 哈。啊，他有没有？你家网络要关掉哦。啊，那个防毒软体要关掉哦。好、哦。